孩子心情是什么？他之前的愿望就是当兵，因为他长得就是有快一米七了，长得皮肤特别白，又特别爱干净。他穿过的鞋就都是白的，就是他每次用湿纸巾会擦。虽然在农村啊，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啊，穿得板板正正的。我没感觉到王子耀就是很内向，他是腼腆，对吧？又孝顺，在家一吃饭他就给端了。他一说要喝水，他就把茶杯水给端好了；说喝杯酒，那酒就倒好了。而且 他特别也愿意帮家里去做什么，比如说家里垃圾满了，或者桌子上碗该收了，或者说比如说我做饭的时候家里没有酱油了，他就会主动去买。对，他奶奶他妈妈都住院了，他妈妈是在孩子去世的第三天一次打电话就说输液嘛。然后还有一次也是哭晕了就住院了。他奶奶也是白天不睡觉，晚上看，白天家里有人嘛不睡觉，晚上的时候就看王子耀的视频照片，那个眼泪就哗哗流。现在的状况也很不好，晚上有好几天都是在沙发坐着，就用手抱着头哭。